今天将为大家探班的这档栏目是吉林卫视一档日播纪实类公益栏目，他们采用微纪录片的节目形态，以2分钟的短小篇幅发现身边精彩，他们就是身边发现节目组。这一次身边发现节目组再次带领我们走进伪满皇宫博物院，那快让我们来探班一下他们幕后的工作吧。几个点，然后就是领着我们走一圈，就是以东南西北那个方式，一街道一块玩，然后也是买个方子也行。像那个游泳池，它不是装修吗？咱就一起带过去。然后事后我们对，事后就是咱们应该有沙盘的什么的，就是图纸啊。图纸在那个，一会儿咱看看那块儿，可能可以简单的吗？简单的，对，你可以在那说，这是咱们这个。那么就是像东御花园的话，这个看点的话就是可能像防空洞，可能很多人在溜达维稳皇宫的时候，把这个几个主楼走过之后，东御花园一走而过就觉得就是一个花园，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可去溜达的。有可能有人看到那个防空洞的入口的时候也不敢下去，可能就是我们也领着观众带着观众的好奇心往洞里面去走一走，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当年溥仪在里面躲避空难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包括一些像长白山一样的假山啊，它是为那个仿造咱长白山制作的一个假山。为什么御花园会修建成一个简单的花园？为什么会修建成这样的一个模样？可能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让观众了解这个不一样的文本皇宫。那么李玉琴到伪满皇宫之后呢，他经常在这个里面挖巧根蒜。那么有一天呢，他在这个同德殿，就是我们后身回头的这个同德殿，当时他住在二楼的东侧，然后他这个设宴款待皇亲国戚们，那么亲自呢端上了一盘这个小根蒜。实际上他这个举动呢，我们现在看来是很好客的一种很友善的一个举动，但是呢因为贫穷出身的李玉琴呢，却招来了皇亲国戚的这种嘲讽。那么我们看一下呢，我们曾经呢，因为李玉琴入宫的时候呢年仅15岁，她也是非常思念她的家人的。那么她经常活动的区域呢也是这个东花园，她也是常来的。那么当她思念她的亲人的时候，她也经常站在这个假山上面去望着她家里的那个方向，所以呢后来这个老百姓民间呢也把这个假山称为望家山，那么也是这么由来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是一般的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都是从同德殿啊、启明楼啊这样溥仪登基的这个角度去做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我觉得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做这个节目，已经很多栏目都在这么做。然后咱们也是想从一个不同的观众的一个出发点，去拍一些像东御花园啊、小白楼啊这样的，它会有一些小的故事，但是不是太为人所知的这样一个地方去介绍。然后我们也是这期节目是想从这样的去点去这样介绍伪满皇宫。简要是这些，然后其他的呢，因为您知道的，我只是知道就忘了，然后详细的内容还是需要您多帮着考察。采访到后面啊，两位。行，我是从小白楼。我就问你，小白楼的简介，对吧？是做什么的？当初是干嘛的？什么时候盖的？这样的角度开始讲起就行。开机。在本故宫有一座那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二层小楼，外边呢俗称小白楼，非常普通的有从来客。老板，咱们您这样，您不看我，您就跟他。嗯。对。你就跟他解释。对。开机。在本故宫有一座那个非常普通的那个二层小楼，外边呢俗称小白楼，这座楼呢其实是溥仪那个装书画的一座小楼，存放溥仪从天津带过来的书画和珠宝。那这次我们去都做了哪些准备？那个，因为我原来是在咱们原来有个。咱们卫视有个节目叫做《关东》，原来是在做这个节目。然后那个时候，当时就是对我们也曾经拍过这个伪满皇宫，对伪满皇宫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然后基本它的一些历史啊、一些故事什么，我们都很清楚。所以在再次来到伪满皇宫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掌握于心，可能就随时就是选取了这两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角度去介绍这个伪满皇宫。
在这一次我们身边发现的拍摄上，摄像方面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这次拍摄呢，首先地面呢拍摄我们是有稳定器，这样呢拍摄起来画面会非常就是稳定效果特别好，适合跟拍或者是范围比较大的长时间的跟拍，这是地面拍摄。然后呢或者是使用降格的拍摄方式，然后或者是升格的拍摄方式。哦，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带了航拍，就是从地面结合到航拍，基本上就是这些拍摄手法。嗯，那其实身边发现是要在短时间内讲述一个人物，讲述一段故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在画面拍摄的设计上，会不会别有用心的要去处理一些细节的地方呢？其实可以这么说，我们的节目呢时长很短，只有2分钟，然后呢要讲述完整的故事，其实难度是挺大的。然后在我们在拍摄前期拍摄这方面呢，我们要拍很多就是画面，要增加它的信息量。所以呢我们是从细节然后到方方面面吧，就是你需要考虑的点很多，然后这样编导在剪辑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很丰富的素材让他去施展他后期的功底。嗯，那在身边发现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是让你特别难忘的？哎呀，其实难忘的对于我们电视行业来讲，尤其是我们作为外景拍摄或者是就是前期拍摄吧，其实难度就是，咱们东北嘛，一年四季，无非就是夏天的炎热和冬天的那种寒冷。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30多度，然后呢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外景采访，采访也就20分钟吧，我的10根手指头基本就没有感觉了。看来大家看到很精美的画面，很精彩的节目，背后其实有非常庞大一个团队在去耕耘它的，是不是？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每次出来都是一个摄制组，我们一个团队，我们相互配合，这样呢我们才能弄出就是能让大家满意的电视作品。其实作为我们电视工作者都很不容易，要扛着烈日，然后要扛着严寒，大家都不容易。你再给我们讲讲你那个换扮装那事儿吧。我们前几年拍长白山的时候，然后呢要拍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情景再现。然后呢也是这个季节30多度的温度，然后呢我们要穿上古装的服装，特别厚，但是林子里呢有很多的蚊子，因为你一热就会出汗嘛，然后这个体味非常吸引那个虫子啊、蚊子啊还有苍蝇啊围着你转。就是拍摄的时候你还不能随意的去拍打，你就得扛着。最有意思的是拍摄结束了，然后呢我们所有人从林子里往外走的时候，我就站在原地我没动，然后你看每个人身边都是一群的虫子，就像小宇宙一样，又要演又要摄像，扛住还要扛住，对，扛住蚊虫重要。不会表演的导演不是好摄像，每个工种都不容易啊。对，现在是不能专，得全，得什么都会。节目大概都属于非遗类型的，属于咱们吉林省内的，主要是宣传咱们吉林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基本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宣传咱们吉林省。像印象比较深的话，就是像满族旗袍，然后像那个葫芦画呀，还有一些满族剪纸什么的，这些都是走向那个全世界的这样的作品和他们的一些手工技艺，都是比较让人震撼的。满袍的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大镶大嵌嘛，所以制作一件这样的满族旗袍至少要有1个多月的时间。像非遗类的节目的话，可能会更多的展示手工艺人的制作细节，因为一些工艺都比较像流失了，或者是很多人在正常的那个制作流程过程中都不再常用的，然后会更多的去展
展现一下他们这个方面的东西，从可能更多的手工艺方面的产品，才能更多的体现这个东西的价值。身边发现这个栏目已经成立很多年了，然后一直以为记录的方式记录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闪光之处，然后像我们这个编导呢，在挖掘这样闪光人物的时候也会被感动，然后让我们觉得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坚持下去啊，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是也会带来大的影响，也这样也激励了我们编导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是需要坚持吧。在上周四的欢乐东北风录制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帅，你听我解释，我是活人，我刚才装死，我是活人啊，我是活人，活的，活的，活的。吓死我了，少帅，小姐呀，你咋就这么想不开呀？你俩能不能别嚎了？我这表白呢。小姐，你说你昨天好好的，今天咋就没了？留下这一家老小啊，日子可怎么过呀？小姐，哥们，你俩不认识他吗？哪有人啊？是啊。我看其实这一幕剧里面人物角色也非常多，你觉得大家磨合起来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们私下都好朋友啊。再说咱们那个导演，特别特别尽职尽责啊，特别有想法，特别办事效率也特别高。就天天排练呢，完事跟俺们整一起，俺们都朋友，反正对的戏反正都挺开心的，合作都挺愉快的，而且每个人就是都挺专业的啊，对词儿啥的了，基本一遍两遍就完事了。我觉得你咋没有想过去试一试少帅的角色呢？我呀，我感觉我还挺喜欢我这角色。为什么？我这角色有多好啊，有点的能让人记住啊。但我觉得它里面的人物性格很外放，这跟你本来的性格像吗？还可以吧，跟我私下性格有点不像，我私下不是那么那个特别外放的那么人啊。我还会有一点点保留。那这样不演起来会，我感觉会有一定的自己过度的状态在吧。这玩意儿就是像咱们拍电视剧、拍电影或者演小品都是一样的，你得进入角色里面。进入角色完你得拿捏，就是你得想象他的什么样的完才能放出来啊，必须得呈现给观众最好的一面嘛。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进入角色的小妙招？用心，真是用心，就是你就是那个人儿，你必须得你就是这个人啊，或者你就演这个角色，你就是这个角色，你瞬间就要全情投入进去。对，我就是这个人，我就是这个角色，我就得演这个。其实不是演，就是当时他是怎么做你就应该怎么做，我就按照这么来的，我就是这个人了已经。这次小崔老师在剧中扮演的是什么人物呢？古典美人。古典美人。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就立马冲了上来？为什么呢？我不是被你的美貌所晕倒，我是倾倒而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为了做这样一个完美的采访，我俩的脚步是这样的。配合起来很可以看到幕后的辛酸是吧。这次跟所有演员搭起来感觉怎么样？搭起来很合拍挺好的。也都是熟人了。对，都是熟人了，都是老戏骨了。你觉得这次彩排包括公演的剧目当中哪一幕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小迷妹儿的那个感觉，就是迷恋少帅，就那个正是我演出了我自己的心声，是吧？那全是这种人物，是不是会比其他角色相对来说要轻松一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挺容易的。其实我看就是这一次，包括头几天的录制彩排也非常繁忙，会不会压力很大？然后会影响自己的一个状态？压力大是大，但是不会影响状态。我觉得还是挺轻松的，挺愉快的，每天特珍惜跟他们在一起排练的日子。本来你也是快乐的天使嘛，能快乐分享了，是不是？是。看了这么多有趣的花絮内容，是不是更期待这一周的欢乐东北风了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吉林卫视本周四晚欢乐东北风吧。